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录一下这个饥荒啊。饥荒这个我搞了半天都没把帧数搞出来，但是感觉它这个应该是，满帧的，刚看了应该是满帧的，没有说那个卡顿的一个情况。那我估计这种游戏的话，应该也是满帧的。其实讲这个帧数也无所谓的，你看这个载入时间也挺快的。鼠标移走，这个是比手机版要好很多的。然后打这个蝴蝶。可以捡蝴蝶的翅膀，操作是很方便的，要比起那个安卓版来说吧，和苹果版也差不多，反正都是一样的游戏嘛。其实，我们先多捡几个树枝啊。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捡到石头啊，一直是树枝。没有石头的话是不能砍树的。胡萝卜是好东西，它可以提。增加很多饥饿度了。那咱们就先做一个工具吧，先做一个斧子，砍一些树。一会儿我们可能要做火炬啊。还得做一个包啊。嘿嘿，大雕像。先做一个炼金机器，其实重要的话，鹤嘴锄比较重要。分半天就捡了一个石头啊，呵呵，还十分尴尬了。马蜂。我估计这个资源开的特别丰富，也问题不大呀。哦，这个前辈留给我们的竟然是
满的这个东西，鹤嘴锄。岩石、碎石、岩石，最好还是找一下这个采石场吧。这个特别的丝滑，而且风扇不怎么转。Oh no！有点坑啊，这就。下雨了，竟然，我还是。我要弄一把小花伞吗？明天的时候。花还太少了，现在。还弄不了小花伞，感觉这个雨一时半会儿停不太了的样子。啊，我天，终于要到白天了。这个雨感觉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了的。东西都湿了，真的是。哎，发这么大的雨，我估计一会儿要被冻死啊。
好，今天的计划就给大家录到这儿。